知道要吃什么呢？欢聚好时机，麦当劳提醒大家，从即日起至8月18号买任意分享指定盒，也会有买一送一的饮料，然后还会送我们这个故宫跟麦当劳联名的桌游，没错，敬字卡，麦当劳与故宫的超强联名哦，前面购买讲过了，那我们送了这个欢乐好时机的桌游呢，总共会有分成。行动力以及关键字，它可以玩出6×42道题目的一个好玩的桌游，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吃一顿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限量，限量活动只有从即日起至8月18号哦。买这个套餐的话，我们这个叫做麦当劳联名故宫精品欢乐好时机，欢乐好时机。然后这个就是他送的，他叫做欢聚时机令。如果你有买的话，就会有送这个桌游。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这个桌游要来怎么操作了。他这个东西呢是有所有的签，看一下皇上手上。橘色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个是红色的行动令，对，没错，橘色的是关键字。那这个要怎么玩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行动令上面呢，上面有一些字，你要把字翻过来啦，皇上。皇上，情绪非常的丰富，情绪啊，配上这个。对，它会有一个行，可能是一首歌，或是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节目。所以呢，我们这个游戏就是要抽一个行动力，然后跟一个关键字。那我们的规则就是，假设我们抽出来，然后你先发，你就要先讲一个。嗯。然后皇上讲完之后是那个太监要讲，我们要这样顺序，对，我们这样子顺序好。好。就顺时钟，然后等到有人答不出来了。就算输了。然后我们这个输的人呢，等一下要在上面这边写那个。吉祥话，第一关食物，说出包含关键字的电视节目。草地状元，有草有植物，电视节目。草地状元是什么？怎么那么厉害？对，我以为他会卡很久，我可能根本卡不住。我鬼脑袋。十九八七，输，来你先。玫瑰丛林眼，漂亮。那我马上接一个森林之王。心服口服吧。颜色啊，颜色哦，我以为不要乱讲话。蓝白红，我们在工商。颜色 color， 然后是歌曲，歌曲哦。哎、欸，你看我真的脑袋有颜色的歌曲，是不是？那你先啦，那你先喽。不懂你的黑色幽默，还有黑色幽默。墙，换我是不是？对。那我要红蔷薇。红蔷薇怎么唱？不知谁，昨夜没有睡。我不相信没有这首歌。一朵红蔷薇，有啦。聊天室说有就有，有啦。所以是颜色，颜色歌曲，歌曲。雪中红，那不是雪中红，雪中红。雪山，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哪里化为乌有？好了，算你枪了。Yeah。换你。红玫瑰，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胸口缠绕的梦。好，可以可以好，这样换我是不是？对。天灰灰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换你了。 TOO 大家都要这样是不是？那换我啦。大家都要这样逼是不是？那我再来嘛。天黑黑啊。SHE 嘛。我的天空今天有点灰。有点灰又有灰了。再来两句。我的心是个落叶的季节。我跟你说，好像可以过欸。你这首我真的唱不出来。那叫什么？天灰哦。天灰吧，好像就叫天灰。你不要再拖时间了。又换我了吗？我看得出来你在拖时间哦。灰色毛衣啊。看着那白色的蜻蜓，在空中忘了前进。哎呦，还能不能？不会是换我了吧？哎，其实快要没了。那我只能一群嗜血的蚂蚁，被弗洛说嗜血血。血你！看不见你。那蓝色的眼睛，一双玻璃珠，诉说着忧郁。十。哎，我刚突然有一首，怎么突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七、六、五、四、三、二、一。叔叔给了小兔子，嘿。死去。来，你出啊。换我是不是？嗯。哈。
橙黄绿蓝，美丽的欧若拉。那你以为你这个颜色够多吗？我还有一首。红的绿的绿的绿的紫的白的灰的绿色青的绿的灰的我的天天我的天天迷着谁啦？你给我没唱有啦有啦有有这首歌有这首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有什么什么绿的绿光？颜色在哪里啊？啊，绿光啊！绿光在哪里？绿光在哪里？我现在要禁止大家唱老歌。初恋为什么？你说我们现在规定只能唱饶舌，这样对，我太难了啦！我禁止唱老歌，怎么那么困难啊？颜色没了吗？你还有吗？你没了吧？谐音可以吗？啊，谐音，比如说啊，那我来示范一首谐音。好。嘿、hey, ，我真的。你说黑吗？黑，黑这样才叫谐音。放屁啦！这样每个都蛮有黑。那你来啊，你黑一个我看啊。哎、欸，其实还蛮好玩的，对，蛮好玩的。可是我，哎、欸，如果有抽到重复了，我们就先不要好不好。没睡觉，我会脑袋宕机、哦，自然现象。我是自然现象。电影名称。电影名哇！加州大地震，干白痴！恐龙，恐龙，恐龙，恐龙！你要讲这个对不对？完蛋了！都是脑袋里面有别的答案，然后但是我要先讲别人要讲的，这就是我最贱的地方。真的耶，你神谱好深啊，皇上！我好淫荡哦，我好淫荡！我都没睡，昨天没睡觉，脑袋不好使啊。Rayman 雨人，雨人哦，可以可以可以，好，雨人可以吧？ Okay, 就类似这样，对，类似这样子可以。应该说你讲得出英文名或是中文名，我觉得都行。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好，那我要讲喽。你不会讲英文？我会讲英文。哦，你要讲，你要讲中文，那可以，因为你不会讲英文，我知道。One day, one day, day 不能这样算，就是它中文是天，但是它的天可能是指天气吗？对，不是天。你要用英文的话，要 sky。天空啊。就是你不能、oh, 你不能用，你不能用 day。为什么？对不对？那我不行嘞、欸、，one day 不行的话，我不行了。我就是看你们两个谁会先死。你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来，那我来下一步。好。Tsunami。Tsunami, 海啸是海啸的，但是它是哪一部？有一部就叫海啸，它在中文片名好像叫《南亚大海啸》还是什么的。那我要先补我刚刚。你可以补，你可以补。风声。风声，哎、欸，这样就 OK、欸。那来一个国片吧，破风吧。破风。破风，风声。那我还有，我还有哦。还有这样风好多、欸。那我还有哦。那我要雷神索尔。可以。电电电。好强，好强。换你了。啊，风起。干嘛？你们为什么用这个眼神看着我？风起云云就有啊。那我要讲了。你们为什么用这个眼神看着我？那我要讲了。你们不看动画片的吗？哎、欸，请说。风之谷的。那你觉得天气之子有算自然现象吗？好强、啊！Oh my！ 天气之子 ，Oh my god！ 你好厉害哦。对，天气也算嘛。换你了。帕子，帕子，帕子，换你。天空之城。太嫩了啦！冰原历险记有冰，这样算了吧。可以了吧？这样可以哦。风云，风云，那我风云二，没有，不能直接讲那个续作，不能这样啦。对啊，那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不然我就要 pass 了。好啊，那你来啊。威龙闯天关。威龙闯天关，闯天关云，我想到了，但是它也是动画片，云的彼端，云的，它是。新海诚的怪客啊，新海诚的通天神探狄仁杰，通天啦，往天上走啦，你还跟我说不是自然现象啊？写这么过来啊，右边要干嘛？只有我要写，对不对？废话，你这个你知道吗？你哎呀，你刚刚输成这个样子，我们还要陪你写、啊？没事没事，这个纸等下对折看起来就像是我写的。哦一笔成心，一气。三条帽，一个烟，配一张嘴，然后来一条叫换句世界。要落款，落款，落款 ，OK， 没问题。那你这样圆的其实也是非常棒。没错，哎、欸，其实我的词写的蛮好看的，嗯，写的真的棒。来来来，又到了欢聚的吃鸡时间。好，我们要把那个主角拿出来了，是不是？所有的分享盒都适用于我们这一次麦当劳跟故宫联名的活动，没错，并不是只有这个而已，这个很重要。你们这样吃很优秀哎，我觉得这样子欢乐时机吃得过瘾，那就是要整包拿起来。饭超好吃的，好贵。不过请问一下，我现在还没吃饭，又不知道该跟朋友吃什么，有什么推荐的吗？不可能，不可能刚好吃，不可能刚好要吃欢乐时机令吧？对啊，
欢乐时机、麦当劳必欢聚好时机。三个棒棒腿，然后三个大腿，然后还会有饮料。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分享盒指定饮料有买一送一，再送故宫联名桌游，就是我们刚刚玩的那款。哎，那个超好玩的，吃鸡啦！皇上英明，写得非常清楚，买任意分享盒，想指定饮料，买一送一，再送故宫联名桌游，期间限定的，直到8月18号。没错，哎，你日期记得非常清楚，8月18号之前，全台限量23万组，欢聚好时机，真的赞，赞！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你们见，拜拜。